一百零二张。不要说了。好，谁要？好，这个东西，你要一个吗？好，别抢。好，厉害的来了。这只有你们会背背而已，他也会。还有上。好，我们要回去了。表演完，没有没有，还有。好像，哎、欸，这里，哎、欸，阿坤又来，阿妈，你家里有没钱？好来，所以哦，我跟大家讲的是，狗狗他们你只要受过教育之后，就跟小朋友一样，他们都会听得懂你在讲什么。那你刚开始要养一只狗，先学会擦眼睛看你。那有的主人哦，他会说。来训练的时候，我会问他说：“他会训练的嘛？”我会问他说：“那你家的狗会坐下吗？”他说：“不会，但是要压一下。”那就是不会坐下。好，跟你讲，回到家里面哦，只要是狗，教坐下速度很快，你家的东西拿高一点，有没有？他错了就给他。那我刚刚跟你讲过喽，给东西不要那么大一点。